大家好。我叫志威哥哥，然后这个可以先帮我掌声一下吗？因为我觉得很热啦。我在铁花村主要是担任那个摇滚歌手，就是还有交通管制的。对，还有交通管制。有时候像上次阿妹来的时候塞车，我被分配到的工作就是指挥那个成品那个路口，对，然后赶一些那个流动摊贩，就大概在做这些事。然后今天，就是带来一首民谣，可以吗？可以热烈一点吗？你们太小声哦。还没有。我有时候也会杀人，有点夸张。我真的要开始唱了。哎，好的，你们待会尖叫一定要大声，不然我会拿那个黑布把摄影机遮住。下着大雪的石头城里开出来，弟弟说，哥哥，你看，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？弟弟说，哥哥，你看，我们像不像是线的风筝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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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爸妈有来吗？有吗？哦，对，其实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，是这个。好了，哦，我们一首歌会比一首歌精彩。那刚刚这个两个兄弟就是两个兄弟，好，哇，有点语无伦次哦。然后再介绍这一首超厉害哦，这一首我们要表演的是破吉他。你有人听过破吉他吗？有，对对，谁的歌？哦，好险哦，好险不是张新志哦。张新志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就是他哦，贝斯手哦。好，那个。下一首是破吉他，那我跟你们保证，我用我那个薪水，哦，还有那个青春，我用我这一生最精华的岁月跟你们保证，下一首歌那个声音绝对跟原曲一模一样，真的。哎，可以上来了吗？好，我们掌声欢迎破吉他代表，啊，现在代表是我们的女神老哇。现在浩浩荡荡的进场，带着是他的舞裙，舞裙是我们千羽小姐。OK 吗？哦，那个，待会如果觉得不像的话，到后台找我，我把我的青春奉献给你。请大家不要随便跟他拿青春，不好。